小心 TSA 下個月復考。全港目前大約有180間學校決定全級應考，包括30間官校。有議員就認為違反了每間學校抽樣10%的原意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，不相信學校要全級的學生考 TSA 是折磨他們。林嘉晴報導。到底有多少間學校全級小三考 TSA？ 截至星期四，考評局收到180間學校回覆說會全級考，佔全港小學大約37%，當中包括30間，近90%官校會考。有議員質疑咁多官校考違反原意，官校30間是要求全面考的，即使已經違背了教育局你話10% 嘅原意啦，我哋個目標唔係話只可以10%嘅人考，我個目標係話我需要10%嘅人考去提供全港層面嘅報告。我亦都唔相信學校揀全部去考係想折磨啲學生。政府點樣監察即係呢個措施，以確保學校咧係跟住你哋嘅計劃咧，唔會最後又變成一樣啦，都係操啦。過去兩年都有做㗎啦，就係話我哋都會透過一啲問卷嘅調查咧。去問翻，即係譬如有參加嘅學生嘅家長，究竟過去嗰段時間有冇好多嘅練習啊？佢又重申，如果家長唔想個仔女考，可以同學校講。家長團體批評教育局當初話不記校不記名，抽樣10%學生考 TSA 嘅決定形同虛設。我哋真係非常之憤怒，這個係直接等於政府嘅一個取態。而家咧就似乎咧嗰個10%咧就形同虛設。那個操練咪必定係會翻嚟咯。團體話會商量下一步行動，可能會聯絡官校嘅家長，呼籲佢哋寫信俾學校，表達唔想個仔女考 TSA。有線電視記者林嘉晴報導。